儿用捕梦网将姐姐困于梦境之中，必须快点唤醒姐姐，唯有相熟之人以灵石入梦。不行，梦境之中暗藏杀机，稍有不慎不但带不回被困之人，就连你也会命丧其中。杨仙姐姐，杨仙姐姐，你快醒醒跟我回去。杨仙姐姐，别跟他走，同乡红红。杨仙姐姐，我带你回去。是东方月初，竟然蠢到要用命救那只妖狐。在梦境之中绝不可以使用法力，否则必会反噬其身。绝不能让他们伤了你。